这位同学问的是：说为了专用朝暮课本来做共修，把佛器用，可以不可以？请师父开示。这个打佛器有一定的仪规啊，这个规矩都是祖师大德们制定的。也用了很多年了啊，效果都非常殊胜。如果打佛旗一定要按照佛旗仪规，如果不是打佛旗啊，自己有一些同参好友，大家在一起念几天佛，那么你用朝暮课诵本的仪规行啊，这要辨别清楚。